师傅，师傅，这是村里的新雕塑吗？耶！观棋不语真君子，安静。大王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琴棋书画之棋。棋，甲骨文，木，小木块，棋，机框，双手，抓持。造字本意为博弈玩具，琴棋书画中的棋指的是围棋。围棋起源于中国，中国古代称为弈，可以说是棋之鼻祖，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。围棋是用方形格状棋盘及黑白两色圆形棋子进行对弈，棋盘上有纵横各是9条直线，将棋盘分成361个交叉点，棋子走在交叉点上，双方交替行棋，落子后不能移动，以围底多者为胜。春秋战国开始，围棋在社会上已经广泛流传，唐宋时期更是风靡大江南北。仕女弈棋图就是对当时贵族妇女下围棋的形象描绘。现代人时时刻刻在看手机，时期古代人岂不是时时刻刻在下围棋？顽皮，围棋早在隋唐时期经朝鲜传入日本，然后流传到欧美各国。我们都爱下围棋。我爸爸说有一只叫阿尔法的狗狗会下围棋。那是机器人阿尔法狗，人类机器人对弈围棋，轰动世界。围棋是一种文明高雅的智力竞赛，所以要遵循以下规矩和礼仪。一，入座，对弈双方开屏前要先起立行礼，再落座，握手也鞠躬。落座时动作要轻，坐姿要端正。请您坐在白纸一方。是因为我长得胖吗？是的。哎，是因为小胖年长，如果是和比你年龄大的长者下棋，要请长者坐在白纸一方。是的，请你守规矩。二，猜先，下围棋又被称为手谈，就是不用语言，而是通过手势来表达思想。落座后，坐在白子一方的人应先抓起一把白子放在棋盘上，坐在黑子一方的人可用一个黑子表示猜单数，猜对的一方执黑棋先下。三毛，你猜对了，请你用黑子先下。怎么好意思呢？请你守规矩。三，对弈中，对弈中不得东张西望，不可与他人交谈。喂，快点快点，我汉堡到了。不要翻阅读物，不能看有关围棋的书籍。如果一方要离开座位，要先向对方打招呼。什么？我来上厕所吗？不可以。可以，我也想去上厕所啦。我们也想去。四，取子与落子，用右手的中指在上和食指在下，在棋盒中夹住棋子，再轻轻地将棋子放在棋盘的交叉点上。开始下棋吧！不可用力拍打棋盘，请你遵守规矩。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，黑方的第一着棋通常下在自己的右上角，棋子落在棋盘上后不能再移动位置。棋子落到棋盘上后不要移动位置，简称落子无悔。这既是围棋规则，又是下棋礼仪。悔棋表示做事不果断、不稳重、反复无常。我们守规矩。五，投子和中局，对局中如果有一方认输，
可以把自己一方的两颗子放在棋盘边线外的盘面上，表示投子认输，双方要起立握手，互相鼓励，表示胜不骄，败不馁。如果输方要求复盘，不可以复盘，胜方应该积极配合。当然可以啦，输多少次盘我都愿意陪你。我们先走了。棋虽小道，品德最尊，看棋也要守规矩，不许吵闹喧哗，加油嘿嘿嘿，加油不许指指点点，就这，没错，观棋不语真君子，落子无悔大丈夫。我妈妈做的最好了。要观棋语啊。大毛爸，有个急事儿。怎么了？咱们家的牛跑了。啊！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在下棋，我要观棋不语，喊过去。观棋不语。怎么还不下呀？到谁先下了？我也不记得了。今天是七星节，你们就这样过节吗？相公，咱们别下棋了吧。我带你去看围棋少年。我比较想看体操比赛。那我们也去看看。休息一下，接下来请收看《半山学园课外课》。分享是一种美德。接下来，半山学园优秀毕业生将为大家分享学习的秘诀，如何提高外语阅读能力。每天坚持看英文杂志和报纸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在语文早读之前先读一会儿英语。在答题时把自己当成作者，用作者的角度去答题。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，不要在一道题目上过多的纠结。紧扣主干，把握最主要的意思，把复杂句化成简单句。遇到不懂的单词，回到原文中联系上下语境。看完题目，回到原文中找到相应的答题区间。寻找出题规律，一般题目易，文章难，文章易，题目难。好好学习，爱我中华。今天的中华文明之美就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请收看书。明天19:30，请继续收看中华文明之美。他们说我字写得不好。